大家好，我是明明明小健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。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故事。 屋野在春高预选赛上得到冠军后，赢得了去东京参加全国春季高中联赛的机会。在比赛开始之前，武田老师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：尹山入选了日本国家青年队训练营，这让其他人震惊、羡慕不已。同时，宫城县召集了优秀的一年级生进行集训，相当于模拟青训。而屋野里的月岛收到了邀请，这下日向心态被搞崩溃了。没有像尹山一样入选国青训练营就算了，在宫城县的模拟青训营里也输给月岛，落选了。 日向心情低落，感觉自己要追不上尹山的脚步了。 第二天一早，日向居然缺席了屋野的训练。原来他偷偷混进了宫城县的模拟青训营。这一招先上车再补票，玩的贼溜。白鸟泽的鸠将教练是这次集训的总教练，他答应了日向能够留在训练营，但是只能在场外捡球。鸠将教练追求的是简单的就是最好的，偏爱纯粹的高度和力量。像日向这种没身高没力量的选手，他是完全不会放在眼里的。他挑衅日向：“没有隐山的你什么都不是。” 如果不想捡球了，随时都可以回去。日向却没有被这些话击倒，他坚持着要向真正的排球高手学习的态度，接下了在训练营里捡球的任务。在接下来的训练中，鸠将教练果真没有让日向参加任何一项训练，只能在场边看着，帮其他队员捡球。结束了第一天的捡球，日向心里开始有些犹豫了。春季高中联赛马上开始了，他真的要在这里浪费五天捡球吗？他找到乌养教练。 告诉教练，他只是不甘心被甩开一大截，想要努力追赶大家。这话说的连乌阳都找不到理由来批评日向了。于是乌阳告诉日向，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。还有你可别小看了捡球哦。乌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二天的训练就将教练找来了，白鸟泽主力跟一年级生打练习赛，在牛若和天童的稳定发挥下，白鸟泽轻松的赢下了第一局。 天童问日向怎么不上场比赛？日向说他是不请自来的，所以没资格上场。天童跟牛肉说：“听到了吗？这里有一只野生的逗比。牛肉问日向：“那现在你在做什么呢？”这无疑又给了日向致命一击。他每天在这捡球，到底是在做什么呢？日向躲到器材室里，努力的回想着这两天见到的人、听到的话。这一切像走马灯一样在日向脑子里转过。这时的日向急需弄清楚能在这里收获什么。 到了第三局比赛，日向去二楼亮球衣。这时，他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，从全局上面看到牛若他们打比赛了。这给了他一个全新的角度和思路。之前他总是盯着球看。 从来不去思考别人的扣球姿势和自己的防守走位。当他的注意力从球上移开时，他发现了好多有用的情报，接一传十的垫步、拦网的预判。之后在捡球的时候，日向练习了一下预判，开始慢慢也能从二传的传球和攻手的攻击角度预判出扣球的方向了。而他这种把捡球都当成打比赛一样认真对待的精神，慢慢的也感染到了所有人，连每天摸鱼到点打卡下班的月岛都主动提出让日向陪他加练了。 要不是一头黄毛戴副眼镜我真怀疑这个月岛是隐山假扮的。在慢慢的观察之中，日向的直觉和看人越来越准了。他开始能发觉每个人的特点了。在二 v 二的比赛中，两米的百泽漏洞百出，基本功不好的他感觉连腿都迈不动了。日向鼓励百泽，让他尝试在比赛中放轻松，尽量将一传传高一点，这样在紧张的比赛中就能主动的得到一丝喘息之机，调整好状态后再给出致命一击。 这是日向在观察偷懒狂魔国见的打法后，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。百泽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放缓传球节奏，果真打出了一记精彩的扣球。日向在捡球过程中收获的东西越来越多。说回到尹山这边。 他在国庆训练营也遇到了很多有实力的球员，矮个子的星海逆天弹跳扣球，古森在比赛中不是接到球就结束了，还能马上让开，方便后排队友助跑进攻。二年级的工友评价尹山看上去像个暴躁的人，但是打球却打得挺乖巧的。这个乖巧是什么意思呢？嘲讽尹山软弱无斗志吗？五天的训练一转眼就结束了。 回到屋里的隐山和日向，在不知不觉中都将集训所学发挥了出来。开始学会观察的日向，发觉了在集训中越岛扣球高度比隐山传球时高，这让隐山若有所思。 加上之前公寓的评价，打球很乖巧，尹山开始有些走神了。乌养教练看出了尹山有心事，得知尹山的疑惑后，乌养告诉尹山，能让攻手打得顺手的二传就是最好的二传，你不必怀疑自己的能力。听完这个，尹山更加懵逼了。武田老师在春高开始之前找到了益达工业来打练习赛，这也是检验乌业备战春高的最好机会。 乌野会表现如何呢？上来第一球，东风的扣球就被伊达工业的铁壁拦了下来。伊达工业的拦网在有了黄金川这个高点二传后更加坚固了。伊达工业的拦网越打越稳定，多次拦下乌野的进攻，这给隐山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西谷一个翻滚救球，隐山朝他吼道：“你挡道了！” 原来西谷救完球后，不像古森那样为后排进攻的人让开位置。西谷也是一点就透，承认自己确实没做好。物业在比赛中持续丢分，越倒东风都在尹山完美传球下失分了，这让尹山越来越急躁。他愤怒的指责道：“我的二传已经很到位了，怎么还不能直接扣球得分？”说完这话，尹山愣住了，初中不好的记忆马上又涌现在了他的脑海中，他仿佛又要变回那个孤独的国王。 尹山赶紧准备给大家道歉，日向却说道：“国王有什么不好？如果尹山说的话没道理，我根本就不会搭理他。”乌养教练安抚尹山说：“如何打得顺手，需要双方沟通摸索，但并不是你们不能吵架。” 这时，东风告诉尹山，他在尝试面对对面高大拦网时打出时间差，但是现在还是容易失误，之后可能还会被拦下，提前道个歉。田中也过来告诉尹山，他是专门瞄准刁钻球路的，这种练习的机会可不多。原来大家进攻不断失误，都是因为想要进化和变得更强。这下尹山终于释怀了，和队友吵架并不算什么。由于初中的心理创伤，让他总是乖巧的配合攻守的进攻，哪怕是坏习惯。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，也限制了攻守的发挥。想明白这点的尹山开始提高给月岛的传球高度，逼迫月岛在更高的击球点扣球。几次之后，月岛果然击球点变高了。尹山终于又变回那个球场上的国王，不过这次他是一个真正的国王，有着可以信赖的队友支持的国王。 找回自我的隐山发挥的越来越好，日向、田中、东风也都发挥出各自的实力，物业终于赢下了一大功业。春季高中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物业提前一天到达东京的住所。教练乌杨为了帮大家消除大赛紧张情绪，制作了每个队员之前比赛的精彩表现集锦，这让物业众人把最棒的自己深深的印在了脑海里。大赛前夜，物业众人都有不同的减压方式。 日向隐山决定出去跑步，兼元在做复习题，东风反复观看乌养教练提供的精彩表现集锦，清水和谷地一起泡澡，并约好赢下首战后再一起泡。这一夜，大家都睡得格外香甜。春季高中联赛终于要开始了，乌野终将第一次代表着宫城县走上这片场地，带着自豪与兴奋，和全国所有的高中代表队一起。乌野会在春季高中联赛上有怎样的表现呢？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记得点赞和留下评论哦，让我们在下次的故事中再会。